在迷你世界中，你一定一定一定要留一个迷你币。嗯，不管你们有几个迷你币，你们一定要留一个迷你币呀。好多人都不知道咋回事，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一定一定要留一个迷你币的真正原因。很多人在游戏中都不把一个迷你币看在心上呀，都觉得它没用，所以呀，很多人都不留一个迷你币。但是呀，在游戏中大家一定要留一个迷你币呀。兄弟们，我发现一个迷你币真的是太有用了，虽然它在游戏中买不到皮肤，一个皮肤也买不到，可是它有着它的作用。大家看，大家看，我让大家留一个迷你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在游戏中探险都会遇到危险，如果我们嗝屁了，我们需要星星来复活，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星星，这时候一个迷你币的作用就体现了，它可以帮助我们代替一个星星让我们复活。所以呀，游戏中你们一定一定要留一个迷你币来保护我们可以在生存中复活。